第十三名的转移话题高手非陈坤莫属。当天陈坤出席的是一场汽车品牌的商业活动，面对编导们清一色和品牌无关的问题，陈坤玩起了乾坤大挪移，问什么问题都能拐弯抹角的说到自己代言的汽车。陈坤呢，当代言人当到你这个份上，厂家一定乐坏了吧。这两部电影，就如果他们都来找你，你会选哪一部？那哪部哪个电影里面可以放进三零八的植入，我就去哪个。是做公益、做环保，但是汽车大家都知道排放对环境是有影响的，就这个会不会违背你的那个环保的公益的理念？我们在城市里面既开车又能够回到原始社会，内心的干净，请您选择三零八。